大家好，我们第二次见面啊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，开心可以再见到大家。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啊 ，relax， 也比较 relax， 然后我穿的衣服都不一样，希望你们大喜欢。见到很多朋友们，然后就很感动，因为他们也是我以前练习生，对，差不多一样，就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很努力。想到以前的那些事情啊，我想跟他们说，就是不管他们抵了第几名，看他们有多努力啊，然后希望他们不想以后有什么后悔。在舞台上的我表现得比较有自信，我觉得说自己觉得啊，对的。就以后有好的机会的话都想做，所以现在也有在上表演课这些的，所以对，以后有好的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说，加油。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是我，就比较安静啊，然后没有那么多话，很废。因为我现在在中国已经快一个星期了，所以也一直在上课啊。然后上课的时候很开心，吃很多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们第二次见面啊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，开心可以再见到大家。最喜欢粉丝给你的哪几个称呼？团团、恩恩、哥哥这样子啊。那您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？没有。No。那觉得自己的缺点是什么？很安静。优点跟缺点都很安静。满分如果是十分，给自己的颜值打几分？六分。平时有健身吗？有。满分十分给自己的身材打几分？5分、6分、6分。最满意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？我的手。那最近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？学汉字，太难了。给自己有偶像包袱吗？有。那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在中国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？火锅，麻辣火锅。喜欢小动物吗？喜欢。觉得自己是小奶狗还是小狼狗？小奶狗。您的偶像是谁呢 ？JYP。就是有没有特别想去旅游的地方？有，我想去 Rome， 罗马。那